好的，你们是外蒙啊？外蒙中文这么好吗？啊，因为这时候太惨了，从我来就一直在下雨，还好酒店拿一把伞出来。他们这儿的剪发的50块钱葡萄币，50块钱等于说40来块钱剪一个头还可以啊，40多。哇，这边下雨下的，我现在前面就是十六铺了，去十六铺吃个饭，继续带你们薅羊毛，走起来。过这个桥然后下去，去了十六铺，然后接着去新普京老普京。到了十六铺，哇，这个大楼，这个是半岛这边的，在门口这个小车车，休闲娱乐新普点十六铺 plus，这儿24小时全天供应。这个十六铺门口还可以直接坐到往，直接坐到上普京。哇，注册会员免费吃饭，这个是他们的这个穿梭巴士。注册的十六铺会员，然后里面可以领这个猪扒包，还有奶茶。不过这个奶茶都不用领，那边可以自己拿的很多。然后现在等我的叉烧饭，叉烧饭也是注册会员领的。然后这里面可以拍一下视频，待会儿出去就不能拍了。哇，你们根本吃不过来好吧。哇，这个是免费领的十八铺的叉烧饭，这个流心蛋看着很爽呀，这个肉也是超大坨的。然后又领了一个叉烧包，吃饱了，根本不花钱就吃饱了。免费的东西就不挑剔了，这个叉烧很大一块的，叉烧有点甜，我不是很习惯，但是这个蛋超级好吃，这个蛋配这个米饭，还有一个猪扒包，我估计我要吃撑了。这个叉烧不是很好吃，然后我又发现它这个好像是牛肉酱，这个酱好吃，特别适合四川人的口味，这个拌着好吃。从这个十六铺出来了，吃饱喝足了，十六铺吃撑了已经。里面因为里面不能拍视频拍照片嘛，很多东西没拍，其实吃的挺多的，除了我领的那个叉烧饭和猪扒包，哇，已经够吃了，根本不需要花钱呀。我现在去新普京和老普京，主打一个就是零元游澳门，都看到普京那个大厦了。澳门的缺点就是太小了，看他们这儿一修路的话，就只留一个最小的这个人行道过，啊，这个路也太小了，穿出来了。哦，对了，这附近就是那个大三巴牌坊，因为我上次来已经去过了嘛，然后这次我暂时就不去了，就在那后面大三巴牌坊，可以去看一下。这个老巷子里面还发现了一条美食摊，在这边，哇，这个巷子里面全是卖吃的，这个只有在这种老城区才有。如果去那个蛋仔岛那边就根本就没有这种生活气息。都有工商银行，你们可以直接带工商银行来取那个港币就行了，很方便的。哇，好多人在等公交车啊！哇，看到没有，金碧辉煌啊！前面老普京。然后这边是新普京这个大厦，成功人士必来打卡的点位，这个是，你们来打卡一下，我要过去了。哇，这栋建筑都看过吧，然后对面这个新普京老普京，这个普京集团有5个店，5个店的话只选其中一家开卡就行了，然后卡是通用的，所以说你送发财金的话就只能薅一家的羊毛，是每家有吃的，每家吃的不一样，都是在这打卡的，这个拍照的。新普京里面有穿梭巴士的提示，可以去上普京，然后还可以去关闸，还可以去港澳快线，
这个有发车的时间，哇，晚上10点多都还有，青浦金到关闸，已经出来了，青浦金注册送50块钱的老虎机的钱，然后输完了我就出来了。你们记得就是现在普金集团5家不能重复，不能重复开卡的，因为他们现在是一样的卡了，就是你在这5家任意选一家开了卡的话，其他地方就送不了钱了。有新普金、上普金、老普金，还有海立方，还有一家忘记什么名字了，然后就这个卡现在只能开这个卡了。 OK， 去取我的雨伞。新普金出来，然后老普金我就不去了，因为我要快速的帮你们打卡，然后让你们白嫖。老普金因为他这个卡是通用的，我过去也没用了，然后我现在走下一家金币会彩，然后再开卡再送发财金。不过老普金里面可以去吃东西喝奶茶还可以。老普金门口还保留着这个三轮车，好像这个和马来西亚那个三轮车一样吧，老传统，好像就只有这儿才有了，澳门其他地方都看不到了。老普金的正面你们看一下，这个角度看的也可以，都在拍照，看到了金币会彩娱乐中心。我帮你们多走一点，然后给我点个赞，真的是真实输出免费供应时间。我看到金币彩绘的免费供应时间了，开卡地点金币会彩1楼会员服务处，这么多吃的。到了，为什么它这个门头比其他的门头就看着就小气多了呢？进去看一下。帮你们试过了，从这个金币会彩里面出来了，真的是可以的，就是办卡有点麻烦。你们进去以后，先上2楼，上了2楼以后，然后那个地方不要开卡，开了卡以后你就领不了100块钱了，要再去3楼的老虎机那个地方开一个会员卡。开了卡以后，填了资料，开了卡以后，然后又要回到2楼上房去领那个一个票，然后又拿那个票上3楼那个老虎机开卡的地方，然后他给你就是，然后他给你就是100块钱的那个金额嘛，但是你必须要选一个机器。它和其他地方不一样，不是加到你卡上，你选一个机器坐下以后，它给你充到那个机器里面，然后你就可以玩了，然后随时可以终止。我本来就是那100块钱赢到300块钱的，然后我想快点走，就把那个赌注加到最大了，然后很快就输完了，因为我现在要去看永利皇宫的表演了。对了，忘记说了，这个这里面进去这个金币会彩，它里面就是奶茶、咖啡、红牛都有，然后还有吃饭的，有面，都可以自己去吃，他们很欢迎你去拿的。在那个1楼，你玩老虎机的地方在三楼，然后就下去拿那个喝的吃的，又填饱肚子了。到这个永利了，从对面走过来，我以为走马路上，结果走隧道下面穿过来很方便。这个也不知道是湖还是海呀、啊。过去了。10点钟准时看那个发财树表演，价值20亿的发财树，黄金打造的，这个要看一下，上次来没看到。哇，这门口刚好是喷泉，开始了吗？音乐喷泉，我直接去问发财树表演在哪里。一棵树价值20亿，好夸张呀。待会儿来一个沉浸式全程，哇，这个起来了。哇，可以啊。这个挺壮观的，
刚好这个看完接上那个发财树表演。哎，你好，发财树表演走哪边啊？酒店正门。10点钟还有吧？对，十点钟就要、好的，我去看一下。9点正门进去左拐，一直往前走。好的，好，谢谢啊。好的。你看，你们有什么问题直接问他们就行了。这边的服务员真的都挺好的，而且不管你是大陆人还是哪里人，都挺好的，都对你一样的。一棵树要20万。这里面全是奢侈品，买不起啊。应该就是这个吧，待会儿会升起来吗？这个吗？我问一下。都在这等它10点钟升起来，待会儿升起来给你们录看一下有多震撼。哇，上面这个花纹也好看。开始了，我们来沉浸式体验吧。现在开门了，我以为从下面打开，上面打开的。
逼了。好的，你们是外蒙啊？外蒙中文这么好吗？啊，因为这些会，我有，我们土木西蒙可以蒙这里。土木蒙。对。好的。WiFi 没吗？那个不知道吗？现在发不了，我要回去导到这个，导到电脑上，可能要，我后天回去，后天回大陆。你是哪里？我成都的，四川成都，听过吗？啊，四川成都，对，成都大熊猫。对，大熊猫的故乡，啊、对，啊、好的 ，OK。OK， 我们拍照片可以吗？可以啊，可以啊。咋不跟？等一下，我把我这个打开，录一个。